以前，我喜欢一个人去旅行，偶尔迷失在街头，却也乐在其中。喜欢一个人独自欣赏风景，喜欢绿色，热爱大自然，向往绿地，喜欢奔跑的感觉，更喜欢笑。相机是旅途中最好的伴侣，可以随时随地记录下美好的瞬间，但我更想和朋友一起分享当下的快乐。后来，我开始和朋友一起旅行，我们坐在小火车上开心地拍照，快乐洋溢在我们的面颊。我们一起体验直升飞机，这是我的第一次，也是他的第一次。我们开心、激动、兴奋，坐在直升机上，我们欣赏着祖国的大好河山。看着远方的高楼大厦，感觉一切是多么的不真实，但却真真切切地发生着。我们游走在温泉镇中，感受着700多年历史的古井带给我们的恩惠。源源不断的温泉水可以绵延不绝，我们相约古稀之年一起来泡脚。我们都是吃货，尤其爱吃肉。旅途中，我们不能离开美食。雨过天晴，坐着摇椅漫步在乡间，悠然自在。住在温汤镇上，随时随地都可以泡温泉。我喜欢当归汤，他喜欢人参汤，我们都向往无忧无虑的生活。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，短暂的旅途终将结束，生活将归于平静。宜春，我们下次再见。
让我们封存美好，期待下一次的见面。